爷，你为何这样一直盯着我看啊？是有什么事吗？我在想，你打扮得如此美艳动人，就这么打道回府，实在是有点可惜啊。那爷想去哪儿呢？正月十五，自然是逛庙会、赏花灯了，不然岂不是浪费了你这身打扮？我穿成这样，穿行闹市的话，自有不便吧。你为了我，可以连命都不要，还怕这点小事吗？既然爷今日这么有兴致，明会定当奉陪。这谁啊？哇，这十四王爷和福晋，先前我在庙里上香，有新鲜等过，怪不得这当华贵大气。十四王爷陪着福晋逛庙会，十四福晋好福气啊！可不是吗？好漂亮啊！走吧。好美的福晋啊！怎么了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，拜个情人前，结发到白头。哎，看一下客官，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爷，听说在十五庙会这一天，情人若系上这情人节，便能长长久久相守到白头。是吗？相守到白头是福晋的心愿，也是我的心愿。那就这个吧。老板，哎，爷，胭脂，上好胭脂。好嘞，谢谢，多谢爷。走吧。各色花布来看一下喽。哦，对了，既然已经买了这情人节，就如福晋所言，将其挂在树枝的最顶端，这样就可以如愿以偿了。那岂不是还要再走回到庙门口啊？当然了。你不愿意吗？怎么会？您会求之不得。我们走吧。听说这情人节挂得越高，许下的愿就越灵验，夫妻相守就会更长久。我想把这情人节挂到最高的地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挂到哪里，还不是爷一句话的事儿。你不过是想要捉弄我罢了，又何必这样拐弯抹角的？谢谢爷，如此好的兆头，赶紧许个愿吧。要许下的愿望，也不过就是你我二人白头相守。爷，我们这到底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去庙会逛逛吧。真是难为你了，竟然撑到了现在。我既然都已经撑到现在了，这以后的路我也可以一直撑下去。我来背你吧。你今日与我兜兜转转一路，不就是想在所有人面前摆出福晋的架子吗？我现在给你了，怎么了？不敢收了？我既然当得了这个十四福晋，就受得住这福晋的礼遇。
其实你大可只许我一个福晋的名分，可是你新婚之夜为何会出现啊？既然我已经娶了你，你就是我的妻子，不是吗？